那就让你说那个微糖。这个吧。嗯。走的时候你能看到不一样的那种房子呀，街道边上的那种景色，这坐电车是看不到的，所以我俩基本上到每个地方都喜欢走一走。看啊，今天天气特别好，我们现在去江之岛，这也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景点哈，冲浪的地方。对，冲浪的比较多。上次来了，它很多是在这边冲浪啊。上次人不是很多，上次不是周末，他们周末的话，人就偏多一些。
边是最好的一种放松的方式。今天的阳光特别漂亮，一会儿看一看找个地方写一下什么。挺喜欢我自己之前这个定制的这个笔的，thank you.
一个高光笔了，那我就可以把那个山下边的房子再给它填补一下。坐在沙滩上画画还是很舒服的。